那个朱建德很可能你不理解，你就给他误认为走向什么，走向这种启动，这种呢是容易出现的。气功里头咱不反对，但有的人也在座也有人会练过气功，这不是说练气功就练错的，不是。那气功里头呢，它是有还有局限性的，是太极有局限性的。因为太极里面呢讲究是什么，讲究是无边无边全体透明。气功的讲的气势，你看这气功里那个沉丹田，丹田有力，先施丹田力，那时候还讲究这是包括有形体，你没形体起码有丹田的，人穴位上就没有，你手出去怎么还会有酸麻胀痛呢？或者你看我这手里头发热啊，发什么了，它没有了。所以手一出的时候，不管是揽胸尾的姿势也好，去了，这手里头都是。那假定说，很可以很好自己注意，一练拳师这手指头，他没有说过去很简单的一句话，说练拳师的手要瓦解，他为什么要瓦解？为什么手不许这样啊？也不许这样，也不许这样，完了，那到底是怎么对呀、啊？当然，简单一句话说就是没有手，它自然出现是对的，无为嘛，无为是对的，有为是不对的，有为你就有目的地，无为是无目的地，没有自个儿的这个要的，没有这种说。所以这个手的出现，你发现你的手指二指略微高或是很高，那就说你这个肩圈上没有放开呢，对不对？那么说这个是胯圈出现了，说这小指往下搭了，那就说你这胯圈还没有放开，这俩人正相反。不是小指翘的时候快点，小指是多少练好了，这手它就成这样了。这样呢是为什么？才代表这个腕部松开。首先没手，啊，没手是达到一个所谓说松散，然后肘对腰圈。肘为什么坠幽圈？他的奥妙就在这儿，不没肩，没有肩上的力，肩上的力那是半截拳。那你在推人也好干什么，你都是使肩，你使着两臂之力，而不是所谓说进等。那吴玉香那有五步啊，心境也好，气练也好，周身一家也好，这个进整也好。进整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肩腰胯是全面的，这才有那平，才有平胸为履，这才做到这个。那细的呢，可以让刘老师照着书上去再讲，就是提起来这些老人呢，就是啊，不管他讲过也好，或是还没讲到那儿也好，就是肯定大家来一趟来看我，只是一块什么，我是一定要是讲你说一说，提醒大家注意，不要认为。这是二十二式左右三十斤，不是这个没用，你练一招一式姿势太极的东西就可以，哎，不是完全说什么
走这一个圈儿，啊，那就说第一道防线发力激励不过万，这是第一道防线，接力贯穿走是第二道防线，他又是续，他又是出去，但是没有进去在两步，没有说我这进在两步你看崩了，没有，他是很重进，不是皮肤的肌肉紧张，内气是几乎说你根本就不知道，内气的由来就是从练拳上的元气演变，这个也可以，现在咱们不谈这句话，说将来练到以后它是真气，而真气之中里头哪个找中医大夫不就说嘛，你气血两亏，这气那不是说你得吃点什么补气丸，那只是促使你那个肌肉里面产生这种元气，这个太极里头，哎，这个气你也看不见，但是它有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，这是奥妙。说一领气摧，最初出现是一囊破气，就到手上勾着这个气球，含着这个气球，旋转周身的大气球，临摸着大气球，这就是气球自己吞到背后源上而出，哎，或是我沉到脚底下去了，来上来，这时候都不会有，得要注意。得必须得沉着，然后以后才知道，哎，他有这种情况了，我前去接住了，他落下了，就说这气上来就落下来，接的手上有点微沉，这就是那所谓手做那气球的反应，他你得知道，你练半天没有，这啊一里二里三里什么都没有，那是气球。说将来真正步入到那个时间上，你会这个明白当初讲过，包括我也好，包括刘老师，说当初都讲过，就是你讲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。现在说这个，你必须是得用心，用心什么呢？知道。不用说，现在有现在了，可以说录像录音都可以全有了，听了完全完全是好的，这个没关系，有的人说那不就跟你个录不，我这什么都是错，就怕你不懂，但是说你录了去以后是怎么办呢？说我真录去以后我就能懂吗？但是你懂不了，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连在人家录像你都不用看，我明白了，那录像准是这么说的，就是你记下来以后也不是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路线不会出现偏差，不用担心说这是不是有走偏的，说呀我走入气功了，那就说香港这一支子里头那杨文忠这个，那本身就是练气功的。那气功现在国家上啊，有点受限制。这个是，这是国家政治，咱不管它。哎，甭管说是前人的法术功要干什么，现在那个杨文忠的老师，也就是我的，就是都华园的那个学生，就是学过人的庞若明。那是练统一观念，可能湖南还是有练这统一观念，但是我不是反对这个，那个气是第一步，那个气只是在体内，多部分都在体内，对不对？但它没在外，那纯论上讲了，有气则滞，上下气机不停留，
无气上纲，无气是最好的，不是无气上纲挺硬，不是，那刚的是最好的意思，天刚亮你看 多好，刚刚好是那个刚，别认为是刚硬之刚，那完全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间里头就说明了，有气则滞，那个气就是你呼吸的鼓荡，不是太极拳要求的那气。太极拳要求的那气里头啊，它是在军气云长很小一部分的呼吸，它才能产生内外相互交流这么一种内气。你要说看见了，只是你意识到了靠住对方，能够我跟你挨住时候，你一挨的时候小气球都不能躲，这就说明这个气的应用必须是用力囊括，这是一步。再一步高的时候啊，得通，不通没有集中，不通没有分散，被囊括了。我用的时候，就如同那气球嘴打开了，你让它集中，它就集中就出去。你让它集中分散，它集中就分散，就是那么两步，对不对？集中到一定时候，它自然分散；分散到一定时候，必然集中。这才有这“山”字的讲法。雨去乐顶，乐下来了，甭问，这是阳的东西，乐到阴的地气之中，乐下来，它肯定。这是合二为一，又上来了，它在循环不已，又下去了，又上来了。假如说你这个气全下去了，为什么不让压丹田呢？从两脚底下下来，又上来了，又下来了，这叫上下气息不停留，它总是不停留的。这不用人管，你自保，将来以后你知道我下去了，我明摆着知道上来了，上头高就可能的知道这个哎上来了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啊，非常什么，非常这个符合科学。对，那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就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一种所谓说是迷信色彩的科学，没有，它是一种科学。为什么被科学院、被社会科学院这个把它请进去，要把这东西记录下来，有些人他是这个社会科学院有这种责任，他是搞社会科学的。于是把你请来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功夫啊，光是东西记录不下来，写不了书。原写书的时候，那是经管书，那是搞品格的。通过文化大革命，他这个很害怕我回老家了，上东，所以这书就丢下来，也没人记上，所以是姜老写书。这在那时候就不让偷，应该没带走，请我去。就是说清理去的目的一定要记住了，交了以后要写书，去了好像是三年以后就开始初步整理，而从5月1号那天那七日，那我说他就记，开始整理很注意，哎，那你写什么？哎，因为那个时间上啊，这本第一本书写的时候完全是在社科院，中国社科院建筑管理那
九层楼上的那写作室里写的。那第一本书咱们现在为什么说是引给大家注意呢？得要用心学呢。对，谁得到这个东西，将来你对社会就有贡献，人们就要这个尊重你，尊重你，向你学习哟，这是对人有好处的地方。长时间的延年益寿，说能保证你活150岁吗？没有这么说。延长每一个人寿命，延长20年，我现在是深有体会的。我不是健壮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这个55岁的病坠，就心脏不成。那从事商业呢，本身这就不成。那大夫说，为了退还能活几年。那在那时候，我跟单位一块同事就说：“我说我要活，能活到60岁，我就必然请坐。”就在那儿，齐一还跟我老师说：“说他会有心脏病，很重。”哎，通过咱们香锅挖一挖，香锅要怎么说这个揉手是相互的按摩呢？以后不理会了，我又到医院那儿检查，全面检查。你什么病？你哪儿不合适？我通过仪器检查检查，能保住。你什么病都没有，那意思就责备我，你这不跟这个公开医疗捣乱吗？这是你的法。我说就是。那朱大夫看的，那阵就剩那个挺瘦的那朱大夫了。他看他也在里边，他让我退休的。你没病，我说没病更好啊。这你说这个就变成，那么过六十请客吗？那现在都是82，得这回肺栓塞，那医院里头那大夫就说了。到许可下地的40周以后，我下地了，我还下楼看，我坐在外边，病房的外边看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我说我昨天晚上下地的，你挺精神，这个赶走了。那是原来这姓侯的周大夫说。你能好了，你还能哭哭呢。啊，等到一见过这个了，哎，你能活10年了。这个咱们只是一听，不能说这个。因为现在这事儿，你就说，你包括我讲话也好，我说什么也好，要说很长的时间里头，也包括我这个岁数里头，包括这个那个其在怀柔住。怀柔医院的李院长死了多少都是第一周还得入你就会生病了，就是那个李院长把肺栓塞不那么容易活，从就是说23%的活，可你能活下来还可以。说他04年要得了一回重症低屋里，重症低屋里死不了的。哎，人家李院长那说这个，那现在说这里边说能延长这20年，我这个20年已经超过去了，2年了。同时跟我一块儿，为什么说这个要提起大家这个要去重视这种传授的养生，跟这传授的有了养生才能达到体系，
你没有这个内气，没有内功，啊，没有内劲，你怎么能回事？你向上赶紧出去玩玩命的推，那个不是太极，那现在是失败的。为什么说山东人失败呢？他因为现在武术研究院已经是硕主任，这个推手你甭管是什么地方搞人家推手，国际上是不承认的。你现在这回奥运会里头，这个武术研究院，跟那个体育总局就说的，太极拳这个奥运会不承认，你拿不出真东西来，所以挖这个东西人很多，挺重视的，尤其是。那就说重视，不是要重视在少数人的手里头，而重视在多数人，要普及，所以才欢迎大家去学这个拳术。学完拳术干什么？你们再去宣传，再去教，这是有利于人民的，有利于人民身体的健康。一。二一个是有益于人民的一种爱好，洋人都挺贵，你看这本书里头22也好，89也好，被俄罗斯版权买走了，进城俄文，那俄国远远不及美国，那美国早就出来了，他都重视到这个，你可想这东西，你为什么有人一问我，我就非常有点自卑呢？您年纪大了，您说您比山门了，我们同意。啊，您02年比山门，您不教了，